凤山师傅的平甩功，看起来简单，里头可有许多诀窍哦。不论您从前有没有学过，现在我们一起来练习标准的动作。动作越标准，练功的效果就会更好。现在在我们练习之前，先看看平甩功这个动作怎么做。首先要站好，两脚平行，跟肩膀同宽，身形中正，眼睛闭上，全身放松，鼻吸鼻吐，保持自然，眼睛张开，面带微笑，双手平举，手指头伸直，与肩膀同高，平甩功，走，一、二、三，跟着数数的节奏，轻松的甩，甩到第五下的时候，膝盖往下蹲，轻松的弹两下。蹲的时候，膝盖放松，就像弹簧一样，很有弹性，不需要蹲得很低哦。轻松规律的甩，形成自然的共振。透过各项实验，发现平甩功是很容易到达末梢的运动，十指连心，于是就能够产生彻底的回流，净化五脏六腑，百病自动调整。待会练习的时候会讲解完整的要领。好，现在慢慢停下来，两手不用力，自然回到身体的两边，眼睛轻轻地闭上，进入收功。收功也是学问，把呼吸调匀，全身放松。好，眼睛慢慢张开。